曹新成，他说我现在要捐30亿，然后呢要去准备2套计划，然后呢要去准备训练出230万的义勇军，蛮有趣的。好，来，这个郑亮你怎么看？不，他这个根本就不可行嘛，大家都知道。就是我觉得有钱人有的时候就任性到连数学都不好了。比如说训练一个勇士只有200台币，我们训练一个射击的选手累积的经费至少超过1000万台币。哦，一位啊，一位哦，那个累积的经费了，包括他的心态的调整，各种变数的考虑等等啊。狙击手是很贵的训练，然后他神射手随便一讲就30万，这个我实在是无法评论了啊。那请问枪支如何取得？对啊，